你好，我是 e-putonghua 的老师党安琪。Now let's begin. A. 办公楼在哪儿？ B. 一进学校大门就可以看到。A. 办公楼在哪儿？ B. 一进学校大门就可以看到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